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好几天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狗狗了，所以今天带大家过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给它换了一个位置啊，让它搬到了这边。现在咱们在这里睡的是特别的香。现在那个小狗呢已经睁开眼睛了，但是行走还没有那么方便，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。现在还没有想好给它起什么样的名字，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这个意见的话啊，可以帮我取一下。他还有一点害怕，是不是很萌？